吹佢出嚟，我拒絕佢，佢唔可以有權勢掌管我。我吹佢出嚟，佢冇權勢掌管我。吹佢出嚟，所有邪靈要離開，所有邪靈要離開，唔可以再留喺度。邪靈一定要離開，所有邪靈一定要離開。千手觀音嘅邪靈要出嚟，千手觀音響你奉耶穌名，你唔好俾佢掌管你嘅手。吹佢出嚟，耶穌係得勝嘅。是不是他控制你憤恨的邪靈要出來？因為耶穌接所有的辱罵，辱罵我們的辱罵都落在耶穌身上，所有辱罵我們的辱罵都落在耶穌身上，所以呢所有的憂傷都落在耶穌身上，什麼就吹他出來了。啲憂傷離開，憂傷的靈離開，耶穌醫治我的，耶穌釋放我的，耶稣爱我嘅，耶稣爱我嘅，耶稣系得胜嘅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走，唔可以控制我身体。嗱，你心里面谂住，我属于耶稣嘅，我身体好尊贵嘅。嗱，你宣告喺心里面宣告，吹佢出嚟。哈利路亚，我身体属于耶稣嘅，我身体好尊贵嘅，魔鬼唔可以控制我身体。吹佢出嚟，耶稣明，唔好俾佢掌管你嘅手，吹佢出嚟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吹佢出嚟，吹，邪灵唔可以控制你嘅身体，吹，开口吹出嚟啊，开口吹，哈利路亚，嗱个心好开心，耶稣帮助我嘅，耶稣祝福我嘅，邪灵唔可以控制我嘅，就吹佢出嚟，邪灵唔可以控制我嘅，吹佢出嚟，哈利路亚，放松啦，吹佢出嚟。奉耶穌的聖名，我屬於耶穌的。覺得頭先第一嗰、那個，好似個手肉嗰、那個，即係成日都整個手肉嗰、那個，應該係千手啊。千手觀音 ，OK。咁咧就你覺得佢喺度令你喐啦，咁然後你後來某一點忽然間就停咗噶咯喎。你個心裏面係一路諗住耶穌，即係你有冇一路跟到我啊？一路啊？有。耶穌係得勝嘅。佢控制唔到我嘅。我身體聖靈嘅電一路，又忽然間就好似鬆咗啦，係咪？係啊，佢其實停嗰度嗰時咧，佢好似當冇件事，即係唔當一回事。佢唔當我，即係唔當入邊嗰度嗰啲靈體啊，即係佢好似扮嘢。係啊，佢扮嘢。佢扮嘢，佢唔想出嚟，所以佢整到我好定。整到你好咩啊？即係好定啊！頭先啊，即係冇反應咁樣噶，即係冇彰顯啊。冇彰顯，我整到你好定。係，整到我好定，佢扮嘢。佢扮嘢，應間又會喐你。我心喺度呼求。呼求，但係你手喐嗰陣時，佢係控制你嘅手，係咪？頭先最咩個事係？係你手咁喐嚟喐去咁咧。嗰啲好似我好似見過咧，嗰啲好似嗰啲樹嗰啲藤，好似樹精嗰啲，因為我見過佢嚟搞我。現在個心好像很舒服，好舒服，即係冇好似有嘢罩住咁樣。初頭有啲覺得好似罩住，